宣虎因前女友的爆料指控，形象从暖男变渣男，令大批粉丝心碎。韩网上甚至出现其他匿名爆料，说他私下个性暴躁，爱喝酒。不过近日却有一名自称认识金宣虎16年的大学同学发文力挺他。发文者表示，原本一直不敢出声，因为害怕会对金宣虎造成伤害，但看到舆论开始攻击人格，实在忍无可忍。他所认识的宣虎是个很有礼貌而且胆小的朋友，善良到没被欺负挨打就已经是万幸，却被人匿名爆料会气到抓狂动手打人，让人怀疑对方根本不是他们同学。他也强调金宣虎没有人设，电视上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性格，并附上两人的合照，说金宣虎原本有公演，还抽空来参加他的婚礼，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这篇文章，就算让他说出名字也无所谓。新闻曝光后，不少人认为可信度很高，引起一波热议。